主管们、各位安慕沙亲爱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怡媛。加入安慕沙已经将近九年的时间，原本从一个家庭主妇，只会在家带小孩，不太敢跟人家讲话，一直到现在，我这九年来我学习的非常的多。在2014年晋升优秀地区本部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使命，我必须要带领更多的优秀伙伴们，成为安慕沙最棒、最棒、最优秀的领导者。所以我就开始学习的上周会、开周会、每个礼拜周会，还有每个月的月初月会，我们要带领所有的伙伴们一起去参加。因为大家都有学习，所以都有进步。那也因为这样，我的组织今年有两位新的优秀支部长陪同我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我非常的开心，因为让他们看到安慕沙是这么棒的一家公司，希望他们每一位都可以跟我一样，去不断的分享，不断的分享，让自己更快乐、更有自信，那帮助更多的人变漂亮、变健康。谢谢大家。从2007年我加入到现在已经是迈十年了，可是从2008年第一次跟那个陈美玲老师回总公司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了，因为当下我就怎么会有这么一家公司这么棒？他真的他的理念就完全跟他所讲的所做的真的是一样的。他的理念就是说，我们人与大自然的调和中创造真正的健康与幸福。而且这九年来，我切切实实的看到公司每出一件产品，然后还是说在教育方面，真的是都让我很感动的。嘿，真的跟我们的理念完全不合。还有我们的前社长，那个，那个龙可社长。他所说的先义后利，那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而且我真的是一个在舞台上我真的是很怕很怯场的一个东西，但由于我们的产品的优秀，所以让我很快的就可以晋升优秀一期。所以我再来我这迈入第十年，我会更自己更努力的去分享更多的人。谢谢大家。谢谢老师的分享。好，谢谢。老师大家好。好。进入安慕沙，刚刚说他也即将迈入第十年，从来没有想到说今天可以在日本参加这个就职典礼。那我也很感谢我的朱美玲老师这么用心的把我带来这里。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在台上讲话，因为只要人家叫我上台，我就一定在旁边一直哭一直哭，赖皮疼上台的。但是美玲老师她很用心的一直鼓励我，然后让我渐渐的可以敢在台上面对人群。那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到日本总公司，每次回来都有满满的感动，因为公司的理念的落实是我们支持我们可以努力分享安慕沙的一个原动力。那今天在这里就职，真的感到满满的欣喜。那很感谢公司提供这么优质的环境，这么好的场地。那让我们大家一起跟着安慕沙一起努力下去吧。谢谢大家。要用热烈的掌声
邀请优秀地区本部郭品慧老师、优秀地区本部李淑娟老师。做感恩的安努沙的迄个精神，
足感的，恁敢要看？对，恁敢要看？对。你想看？我也是心机，太搞笑了。哦。心机啊！看见无？安禄山的事业。正当午，哦，把酒赞了，你想不想做贼吗？养生林之地吃的眼睛就像我们好，然后那呢，保健食品，壮如虎，身体壮如虎。然后呢，恁今日坐来到这的时阵，恁的金钱不胜收，然后工作不辛苦，兴趣做好干的。嗯，有无？好。好，那我们呢，在第二个现场，就是让大家先熟悉一下刚才在剧中的一个感觉。那也请三位优秀地区本部离开舞台，谢谢。
不是成长而已，是两倍的成长，而且我说的是比一般的高级主管收入。那因为有栽培的方式，我是很稳定的成长，所以我相信说，在这四年当中，就是晋升两那个优秀地区本部之后，一年九个月，我培育了九位优资。那再所以我觉得说我这样有一群很优秀的伙伴跟我一起努力，我觉得说这些荣耀都是属于我这些优秀支部长的。那未来呢，短期目标呢，我是预计明年呢，我的干部他们的收入都至少 每个月都有3万以上，就因为他们都是一般的家庭主妇，甚至有像我们贵的阿嬷已经74岁，过年就75岁，他的收入都不比那些22K 的低，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他可以在家养老，可是他做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说，这真的是让自己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事业，你一定要特别的去分享出去。那短期目标预计明年，让我的组织的栽培订单到300张，让我的组织成员到1000人，因为很接近的。谢谢大家。有这么老婆越来越漂亮，对不对？又会顾家，又会做事情，对不对？你一定要讲几句话。来啊！非常感谢安陆沙这间公司，以后这个机会，所以我嘛靠这个机会就把出国，到我出国出来，安尼。啊，而且小弟较含讲话。但只是会当甲大家讲，大家尽量加油。啊，你我某做会到，相信大家嘛拢做会到。感谢大家，谢谢。努力。
受这个荣誉的。而且我更要感谢阿露莎所有的产品啊，所有的成员真的太棒了。我更要感谢美玲老师，因为她在我的心目中，我都把她当成我，她是我的赛马，因为她不放弃我，真的，她不放弃了，一路陪伴着我们，一路鼓励着我们，我真的太感谢了，谢谢美玲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安心的使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谢谢。